他们有义务去教育观众， 而不是去教... 我? 要我做嫖客? 没错, 为了要坐得到这只鸡, 你推剧鞭策, OK? 我只是来挖色的而已, 那就是了, 你的老闆有资格移民。 還要貼錢?我倒閉他,你吹什麼?他對我好啊,你問一下良心吧。話說,你有沒有試過見到女生一次就已經喜歡了他?對不起,霍導演。姐姐仔,不是你啊? Michelle呢? 她昨天要在這裡找她的。那你們的帥哥真是花心。 約了Michelle,還要幫我洗澡? 我和Michelle本... 喂,不是蛇嘛? 不是,是雞... 要拘捕我的人,不單止不拘捕我, 還請我吃飯。 表面上,我們兩個的職業... 大哥,誰來的? 好像有餡的! 來,小姐姐。怎樣?找到工作?鐘頭啊,你看看你,頭髮還沒梳妝啊,還沒等到你四個鐘頭啊。對。柴健。哦,來。導演。你有沒有帶腦來啊?有啊。哎呀。這些人雞碎那麼多片酬而已。所以我真的不明白了,那些明星為什麼可以買靚衣服,買這次真的用雙手賺錢買了護照回來。 我開始覺得沒有根據,不會死的嘛。由今天開始,拍多些戲,賺多些錢,知不知道? 我開始...